有因国一或国小啦，利用儿童节举办运动大会啊，中华民国107年，公元2018年。1939年第五届了。1934年开始算了，第五届是加五，1939年毕业。那照片呢？太阳晒久了也会坏掉哎。那什么技术可以照片晒耐晒啊？当年几十朋友小朋友后来会主动做导览活动，在天后山前方的陈永华路前河那边做导览活动。三里是彭辉，是彭辉啊，吼，好厉害一个，会做导览活动。有人国一或国小了，毕业纪念照又放在这边了，很有智慧啊！已经做到从日治时期，民国光台湾光复民国34年国民学校，然后到第15届民国49年，啊、哦，都有那个老旧照片了。哦，举办那校庆运动会啊，国一或国小举办那个儿童节的时候举办校庆运动会啊，这不是校庆，是只有办运动会而已。哎呦，这被谁丢了？丢破了，裂开了，裂痕了。三年级的苏鹏威好厉害，会做那个天后宫前方陈永华护城河，好多彩绘墙的导览活动，好棒！好棒！哦，这块地啊，开花来种菜也可以很大片哦。那树的也很多呢哈，这个叫。那个叫七里香啊，这个叫七里香啊。